邓紫棋作为最年轻的音乐小天后，一直以来她的唱功都是有目共睹的，从泡沫到光年之外，她的歌声响彻整个地球，这都和她从小的经历有很大关系。今天我们就来说说这位实力歌手邓紫棋。邓紫棋和林宥嘉曾是同一个公司的音乐达人，一来二去互生情愫，但是始终没有对外公布。就这样，这段没有公开的恋爱长达3年，但是都没有一个好的结果。失恋后的邓紫棋伤心欲绝，写下了《泡沫》并一炮而红。没想到爆红后的邓紫棋遇到华晨宇又是同样的结局，正当两人绯闻满天飞的时候，又爆出了华晨宇有孩子的消息，因而这段感情就结束了。而在第二次演出时，由于搭档谭仅此因拍戏无法抽身，结果被放了鸽子，独自上台演唱《你不是第一个离开的人》，没想到竟更好听，一夜爆红，而他也再一次刷屏全圈，成乐坛香饽饽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关注哦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Yeah.